苦一点的话，元宵节比较自在一点，所以我们基本上不再讲话，立正讲话了，不用。所以我们元宵节就是自在，好，开始好不好？所以要闯关的就来吧。那今天要谢谢，真的，妹妹，来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不会撞到你，但是我跟你讲，要掌声谢谢喜安堂的姐姐们、阿姨们来带大家闯关，也要谢谢后面这些志工阿姨、伯伯们来帮忙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元宵就这样就可以了，因为我们通常哦，一年在楼下发灯笼就拿了就走，然后一年就会在楼上闯关，然后主要是让大家也可以坐下来，所以我们元宵比较自在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再一次谢谢喽。健康，我看到他的人更健康，这样。